圈圈，我就是。哎呀，老婆。哎，看到没有？还没有成熟的菱角。小鱼坝码头这里有一个坪，但是它这里没有卫生间。白天在这里经过的话，可以拍拍照、拍拍视频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晚上就不适合在这里驻车。这里是坐租槽船的地方，可以租这个船到划到这个泸沽湖上面去游玩。这里的湖面上的水性杨花也不是很多，如果你想近距离的观看这个水性杨花的，就要划船到湖面上去零距离观看。然后往前走的话，会有一段可以散步。看看前方，白白的湖面上，你拿近一点看都是水性杨花。如果要看的话，可能要划船划到上面去就看得更好看，可以远看看不出啥。小鱼坝码头这一块就是这样的情况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去下一个点吧。